哦，他现在还不错，巴萨诺瓦。相当好啊。比我好太多了，那个很好，不错。那个像那个，一定哦，一定要有先不要直接弹的嘛，你一定要像他这样的嘴巴上去，这样就对了。他写信给我说：“这个，他开始的时候用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也是会拍着会跑调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对，一定要这样子，所以是很好的。那目前的话，那个一般都弹不起来的，就是那个，比如说以前那个，最近没有上课的 Gloria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就没办法了，他弹了好久啊。”就他就一直想要弹，对不对？那个就弹不好，一定要像这个小咖这样的，嘴巴上去，也对，一定要唱。那唱得很熟以后呢，也先不要急着去弹的，把音给弹。你一直唱，那好像这个节奏啊，融到你的血液里面去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好。那个水啊，还有那个最近那个水都没有丢，对不对？那个你试试看，那个现在好像那个另外一位，他们两位是很厉害的，就是小咖跟那个谁啊，跟那个Oliver 呢，他们两位是在网络上面上课的时候的，就是他们一来上课的时候，就已经把那个认真的都练好了，很厉害，他们两位啊，可是现在我感觉那个。小咖有后来居上的感觉，对，后来居上了，所以那个 Oliver 说什么 Bossa Nova 好像越弹什么越慢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妨试试看了，你们一定要试，要像这个小咖这样不简单哦，像很好，一个大突破呢。可是从这一就是从这样要，当你会了之后啊，等于说是就突破了呢。以后的话就比较好，就绝对是养成那个习惯。先不要说是弹了，对，那你，然后你再把音给练上，哆西拉嗦发，嗦拉哆西拉。